候就假想说，那我是不是也是要手铐脚镣这样子在产台生育他哈、哦？这个过程，所以害怕一定会有啦。那上去，整个上去产台，我大概十分钟就生了。健邦这边有提供三餐的月子餐，有比较礼遇，就是说可能平常要做的工作，我们坐月子的时间都没有做了，就是安心的养生，你跟照顾好自己的小孩，在里面就是不方便才叫监狱嘛。那所以说，他像他们的东西，我们都要先买足15天，因为我们都要从健邦这边统一内购。那真正如果来不及，如果譬如说我的尿布奶粉接不上的话，我们就要先打报告，请家人从窗口寄进来。如果真的接不上，可以先跟他们借用。对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，你看里面好吃，有吗？不要。吃的方面啦，我觉得没有多元化，所以它比较少。其他的话，我觉得它都还可以。24小时的跟我在一起，所以照顾的话，其实算方便了。只是有时候，没有办法像在外面这样，想要什么就什么这样。像外面你可能随时上网，你就可以查到说，你小孩子现在成长的阶段，然后会发生怎样的事情。可是，在里面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是要看书籍啊，或者是来问上课的老师。对啊，有什么问题你没办法马上就可以知道，没有办法。小孩生病的话，一样照这边的那个程序去走。比较困扰一点的就是说没办法马上吃到药。譬如说他今天如果生病的话，我们今天赶快打报告看诊，他现在看诊大概下午晚上才吃得到药。那如果真的很急，像那种很非常迫切急需，就是可以去要送出外面外衣。他如果跟外面的孩子比较起来的话，可能就是学习的东西比较少嘛，然后也比较压抑。在这边真的不是个好地方，对他们来说，对啊。把他们设限住了，什么都没有，真的。他们也不能说，妈妈，我们去公园玩还是去游乐园玩都不行。对啊，永远看到都是一样的环境，然后一成不变就是这样。社房、工厂、保育室，不然就是一样的中庭，就是那个空间这样子而已。说真的，真的很可怜。